在我所阅览过的梦境中，曾有这样的一幕发生。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想成为作家的男孩与想成为主角的女孩在公园的草地上玩起了编故事的游戏。男孩想了很久，好不容易把故事的开头写出来，却不知道要怎么让主角自然地进行下一步。于是他问道，如果你现在被困在了一处漆黑的山洞，你要怎么出去呢？女孩回答，我要大声呼救，让山洞外面的人进来找我。男孩接着问，如果当时是夜晚，山洞外面没有人怎么办？女孩愣了一下，随即说，那我会做一个火把，自己走出去。这样的过程太过顺利，男孩喃喃自语，于是他按照自己曾经读过的故事，为女孩设下了新的障碍。要是山洞口刚好躺着一只巨龙呢？他说，那我就会趁他进入梦乡时，用火烧他的屁股。女孩挥舞着手上的树枝，神采奕奕，只要他吓一跳，让开了路，我就可以回家啦。男孩很是惊讶地说，我以为你打算……女孩认真地回答，我才不会那样呢，我被困在这个山洞里，也不一定就是那个巨龙的原因吧，而且说不定这个山洞其实就是他的家呀。男孩若有所思，而他们的游戏到这里便告一段落了。这是个有趣的游戏，对吧？不过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也因此我格外好奇一件事，当故事进行到最后，身为主角的女孩手执火把面对巨龙时，你希望她怎么做？又想见证何种结局呢？太棒了，但结算时长还能缩短。